大家好，我是 Gina 米米，我现在在安迪家。今天安迪要做 Chempada Goreng。 Chempada 类似菠萝蜜，但是它的肉的口感不一样哦。跟我一起看它怎么做吧。妈妈现在在把肉拔出来，把刚拔出来的肉放进这个面糊里就可以炸了。请别问我这个面糊里放了些什么，因为我也不知道。家庭主妇就是放这个下那个，然后做出来好吃就可以了。在面糊里稍微泡一下，现在可以放下去炸了。果肉最好是选到甜的，做出来才会好吃哦。炸至金黄色就可以了，外酥内绵密，赞赞赞！大家有机会过来的话，记得要试试这个街边美食哦。